10月15日，有八卦媒体拍到吴奇隆、刘诗诗带着孩子出门购物。视频中，夫妻俩现身地下车库，同行的还有吴奇隆的妈妈。夫妻二人四处张望着，吴妈妈似乎是指着要去的地方，不过刘诗诗完全没有注意婆婆的举动，还朝着相反的方向看去。吴奇隆赶紧挥挥手招呼母亲往手指的方向走。结束购物后，吴奇隆手里提满了塑料袋，刘诗诗推着婴儿车，两岁的布布坐在车里，手紧紧的握着车把，两人紧挨着走在最前面。吴妈妈则是和助理跟在身后。据范范了解，刘诗诗与吴奇隆结婚后恩爱有加，不过多次被爆料和婆婆相处不和。吴妈妈的某些言论也让外界一直对她有颇多争议。前两天刘诗诗和吴奇隆现身医院打疫苗，还被误以为是有二胎了。毕竟今年5月份就有人爆料刘诗诗被催生二胎，但是她本人不愿意，所以现在婆媳关系很一般。如今恰好被拍到和家人出门购物，镜头里与婆婆全程无交流，也难免让网友疑惑两人关系。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？